Jennie 近日现身洛杉矶，在歌手 The Weeknd 生日派对上开心合影。Jennie 出演 HBO 美剧 The Idol， 与 The Weeknd 结缘。虽然电视剧因为收视不佳，口碑下降，因而被腰斩，也无法续约第二季，惨淡收场。但 Jennie 在剧中展现了令人难忘的演技，而 Jennie 和女主角莉莉·罗斯·戴普在片场也经常晒美照。Jennie 受邀 The Weeknd 生日派对，也能证实剧组演员们私下都维持着好交情，让 Blink 都很惊喜，也很替 Jennie 开心，纷纷表示希望再次看到 Jennie 进军国际，不论是作为演员或是歌手的身份，能够和顶级团队合作，更能展现 Jennie 极佳的实力与魅力。